家好，我是老师，今个不咋住，挣了300块。咱也不咋住哎。今个都拉了一趟，走吧，走回家。今个捡个大肉，看我买的啥？买啥？你咋买这些白菜？便宜啊。多少钱？3毛钱一，我压给他要完了。梅姐，白菜给你一锅吧。给我一块，要一块都。给。好，谢谢。啊，王队，谢谢谢谢。好嘞好嘞好嘞，谢谢。好。好，够不？够了，好，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接着。来。便宜。3毛钱一斤。好啊。哦，那贵的时候你太多了。吃饭没关系。吃完了。没啥饭。吃完了，鸡蛋。咦，那你吃了等我饿吧。是。你那手机行啊？这是Mate 50吗？保时捷的。啊？保时捷的。保时捷的。多少钱买的？1000多。这也缺路嘞。啊？这也缺路嘞。咋又缺路嘞？二手的。我也不知道啥牌子，是保时捷的。你看这冒牌的样子，看这三样都怪唬人。他这这一圈都是三样都，这一个是真的，一个要你要取出来用。那这个手机看都怪唬人。来看吧，今我吃个泡面，天南水煮个泡面，这泡面真奇怪，吃连续吃几顿吧都不想吃了，吃够了。这多少人不吃吧，咱又想吃的又。可鸡蛋，弄个火腿肠，小火。这鸡蛋的糖心可不赖，是他今个干的啥？今个送的还是冰箱，等我沈勇送一趟。是的，我咋感觉最近生意不好干呢？那你说他点上了，三月生意不好干，反正活不多，有点活吧都抢着拉嘞，你不拉也净得拉嘞。他拉的便宜了，比我拉的便宜。什么喝多又一顿。